被球迷 Q 跳16蹲，林金榜跟队友们还有啦啦队员立马蹲起来，现场气氛嗨到爆。PLG 新北国王23号举办一系列同乐会活动，回馈球迷，庆祝勇夺队史首冠。在这之前，也在新庄举办蜂王游行。球员轮流捧着冠军金杯大合影，并接受欢呼。只有林书豪抱着自己的爱犬搭上游行车。这次夺冠游行长达1小时，尽管午后下起阵雨，不少死忠球迷仍然撑伞到场响应。在星光体育馆的球迷同乐会，林书豪弟弟林书伟兄弟俩这次携手助国王夺冠，也成为这次夺冠一大亮点。感谢你们一整年支持我们，就是有一些困难的情况，可是我们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自己我们球人或者球队也没做，就是很多事也没做好。林书豪回台第二个球季，本季就披上国王战袍与弟弟当队友，也一度因为脚部伤势成为伤兵名单。这回拿下冠军，也仰赖队友们的合作武剑。这3年终于拿了一个冠军，然后先给你们，先给新北市，然后谢谢你们来。夺得 MVP 的李凯燕将夺冠成就谦虚归功球迷。这次同乐会与球迷互动问答，最后更提供50名球迷签名。只是这回蜂王游行前3小时突然通知拒绝媒体采访，球团疑似回避任何成立新联盟相关问题，似乎不希望模糊球团庆祝夺冠焦点。三立新闻高冠勋、萧明、SNG 小组新北采访报道。